Please welcome Jana Khokhlova Sergei Novitski, representing Russia. 好，下面出场的是俄罗斯选手霍格洛娃和诺维特斯基。女选手21岁，身高1米58；男选手25岁，身高是1米80。他们在都灵冬奥会和今年的世锦赛上都是排在第12名的成绩。滑前的这个风编排这个风格啊，非常有伦巴舞蹈。还有结束的时候，刚才像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刚才这个结束也很有新意啊。我唯一感觉就半段有个乔夫塔步，我们这专业的。那放过来看一下两名选手的步还比较流畅，那么这几个地方呢会表现在他的第二个分节目内容分当中的第一点滑行技术分。刚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了，规定舞的两的这个有一个分呢是音乐配合分，一个是节奏分，这两个分呢在后两支舞蹈当中是并成了一个分，但是在这个规定舞当中把它单独拿出来打分，可以看出来呢这一点对选手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可能我们现在回放中来看他们的舞蹈托举，这个托举动作和双人滑不一样的是，他的这个手的高度，男选手托举的高度没有不超过头部，但是呢，在双人滑当中，我们看到托举的高度就已经男选手的手臂几乎是实地。技术水平一分，俄罗斯选手获得节目内容分15.45，滑行技术给了6.35，这是他的四个小分当中的最高分。该队选手总分31点。